南华达头巢大炒飞鹰啊！初次杀入总决赛的飞鹰有吕卓威入射得分，但面对劲旅南华，初段落后超过十分噶。好彩飞鹰梁文雄第二节频频外线得手。佢上半场攻入19分，带领飞鹰半场只系以5分落后。但南华下半场加强防守，飞鹰第三节得个可怜嘅8分咋，俾南华抛嚟20分。南华得分系胜在够平均，咩球连幻都有埋，点会唔赢啊？南华限制梁文雄下半场得个2分。加上其余射手外线失准，飞鹰外线断篮，快攻又失2分啦。踏入总决赛第一场，南华以77-61大胜。下个星期二，新医馆再战颈椎啦。